现场还得发言，不用区分口头语和书面语。什么语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呀？振聋发聩，要放之四海而皆准。所以你不用去管到底是谁发言，怎么发，不管是嘴上发还是纸上发，都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个意思。嗯，振聋发聩，记下。 我想想啊，还有什么？哦，爱先知心细。你平时呀要多注意他讲话时候的风格。这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气质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，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特点。嗯嗯。就比如说，李唐部长，李唐部长一说话。 这个信访工作呀，绝对不能是割韭菜，割完了又长，那得是拔大葱，拔一颗少一颗。嗯，再比如说我们梅书记啊，梅书记一说话，同志们，我们要做到心不散，腿不懒，啊，眼不花，手不伸。 你这些都是县委的，政府这边再给来一个，县长怎么说？九原县的态势都已经咄咄逼人了，招商引资这么多事情，我哪有时间跟你模仿这个呀？不思进取呀，同志们，你还笑？林志伟，你给我翻一翻译，什么叫分秒必争？哼，成绩不大，年年有；步子不大，年年走，一点主动性都没有啊！ 我问你，你和江霞的进展走到哪一步了？前面那句是什么？嗯。 年轻人还是聪明啊，一点就透。我觉得整体上问题不大，但是最后这一句啊，你看，成绩不大，年年有；步子不大，年年走。这句话县长上次发言的时候已经讲过了，所以这次就不要用了，换一句。行，那我这就去看。那还有个事儿，虽然说你来的时间不长，但是你很勤奋，眼睛里有活，人也很踏实。 啊，分管的副主任好几次都在表扬你。除了写作小组以外，本来我还想让你去调研和信息科转转，但是因为现在事儿太多了，回头再找机会给你历练吧。行，最近有没有结婚的打算？没有。那少了很多牵绊，挺好的。行，你去忙吧，有事我再叫你。哦，好。 这么早就回家了？我以为你进了写作组也天天加班呢。谁知道呢？我听他们说忙的时候，过年都回不了家。我估计啊，我也熬不到那时候。哎呀，我表哥跟我说呀，扛不到这个月，就得被踢出去。你嘴上不在乎，事事都要强，打个球输了都不高兴，干什么事都得干得比别人好。是什么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 主要是这个工作太让人费解了，你不知道该听谁的。你说，按范主任意思写的稿子，你到了县长那儿又得被毙掉。你今天已经说好的事情，他明天又得变，老是跟不上节奏。也许合同明说的对，我这种性格就不适合在这种单位待着。他还鼓动你创业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县里开视频会。 脱贫攻坚是主攻方向，你知道吗？创业最重要的就是找准方向。你想，要不是我妈非逼着我考公务员，她要是再给我半年的时间在外头瞎折腾，我们那个方案说不定早就找到风头了。可是我觉得你妈说的也对，稳定点儿也挺好的。行，你们俩倒是聊到一块儿去了，有共同话题挺好。到时候见面，倒是省事儿。
我先挂。哎呀，我锻炼呢，怎么了？怎么又把门锁上了？有什么事儿？吃饭呢，我都热三遍了，你都不出来。那我先洗个澡。刚才给谁打电话呢？我没打电话，我锻炼呢。洗澡还拿手机啊你？林志伟，我可认真的告诉你，你两弟谈恋爱这件事情，你想都不要想。我跟你爸。